餐厅主厨一个个端出拿手好菜来展示今年各品牌餐厅所推出的招牌年菜，有佛跳墙、东坡肉和御膳烤方等。和其他餐饮业者不同是，这些菜全都强调的是安心食材。我们使用的龙虎斑连所谓的合法投药都没有，它是用自然生态的方式去养殖的。那比如说在蔬菜上面，除了我们自己农场的蔬菜以外，我们也跟其他的有机农场做配合。这个鲤鱼捏拌手一般都有那个现成的那个罐头，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直接是进那个雪肉肉，自己去卤制之后，然后再它的特色就是那个螺肉是比较有 Q 弹一点。不像房间那个罐头的那个调味的味道太重，它本身的鲜甜味已经把它盖过去，所以我们用自己卤制的方式之后，它自己的鲜甜味会比一般那种鲤鱼捏拌手那个味道比较特殊一点。十九大类食材全都通过政府检验合格，并且由董事长亲自率领厨艺团队深入全台各地寻找并监控食材的源头和品质，确保每道年菜都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食材的认识以及成本的高低都有绝大的关联，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训练起。虽然实习生到我们这边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我们紧跟着他的学习计划，让他觉得非常的值得。除了食材标榜天然无毒外，餐饮业者表示今年还主打以量制价，主动调降售价1-2%，希望提前为年菜市场来布局抢势。记者李蒋台中采访。